世界如此简单。拜城县隶属于新疆阿克苏，位于天山中段南麓却勒塔格山北缘的山间盆地，为干河上游流域，北依天山与昭苏特克斯县相连，南隔却勒塔格山与新河县为界，东与库车县毗邻，西与温宿县接壤，总面积15917平方千米，总人口200,000人左右。2007年统计数据。县人民政府驻拜城镇，距乌鲁木齐市公路里程860千米。拜城县城地势北高南低，由西北向东南倾斜，海拔1200米。2013年实现地方生产总值 GDP 498462万元。比2012年增加67782万元，第三次产业比例为20.2:50.1:29.7，人均生产总值20,951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比2012年增长12.7%。